部都是灰尘石头这样掉下来，看不到路啊。Okay. 嗯，啊，你那时候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打后退档啊！打后退档啊！就后退，就躲在那个隧道里面。OK。所以你们是准备要去上班吗？对不对？对 对。啊，上班的时候是经过那个九七洞那个隧道。对。啊是怎么样的感觉？你可以讲描述一下当时的那个状况。全部都是灰尘石头这样掉下来，看不到路啊。Okay. 嗯。啊，你那时候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打后退档啊！打后退档啊！就后退，就躲在那个隧道里面。OK。然后右边都有打到。哦。啊，你们基本上安全是受到惊吓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会啊。啊，被困几天啊？就是被困在。从三号早上八点到今天现在。啊，车上有水吗？有那个吃的东西。有。所以就是物资都 OK。那个九七洞那个工作人员有提供面条给我们。就是你知道在几个员工啊？连我八个。那时候电话可以通吗？有没有跟他？没有，完全没办法。没有通。Okay. 没有电啊，也没有网络啊。昨天下午就有人居然在去拿带一些东西，饼干、面包。那煮面条是不是？那面条是他原本在库存。那个小弟。那个菜馆处那个工作人员。煮面给你们吃。哎。那因为后续都有余震嘛，如果余震的时候你们都是在怎么样？在隧道，反正我们在隧道里面没有。那余震的时候有没有落石？有啊，都还是一直掉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他只要一地震就全部一直落石。先前有个人手骨折，脚被砸伤，那是你们员工吗？不是，是别人。他们是骑摩托车的，他们一组三个骑摩托车下来，就一个被砸到。